我们的宅男男神哈、哦，啊，你说女人宅神，他觉得说那么慢，他觉得看不过去，他要快版的，哦哦哦，耶！再快点！想要陪我一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自己来，你忙你的啦，没事，不要叫我们。好，请回座，请回座。耶、好，接下来是讲笑话。主任，来，说。今天你这样差别待遇，我觉得我要听他讲几句话。请说。真的差好多、哦。不是班长，都是你害我的。来，那个金先生，眼镜拿下来。还是戴起来好。预备，开始。有一天呢，三个人呢上了一架飞机，那一架飞机呢将要缓缓的降落，然后那个飞机上有三个人呢想要测试天空到地板到底有多远，然后就是多高距离有多高。第一个人呢丢了一块石头，叮咚，哎呦，看起来应该是蛮远的。第二个呢丢了一块金块，叮咚。哎呦，好像快降落了、哦。第三个更狠了，他丢了那个火药、火炮，咻，炸！哇，太可怕了。然后他们就离地面越来越近，然后就降落了。刚那个火药听不太懂，懂啊？就爆炸，非常简单，爆炸，爆炸。哎、欸，他呛班长。我刚以为丢下来机场炸掉了，没有，还没到机场。快就降落，然后对降落，还没讲完是吧？还没讲完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到了隔一天呢，就是大熊、小夫、胖虎呢三个人就一起遇到了，然后他们一起呢在往常的空地聊天，坐在钢管上面嘛。啊，那个大熊就说了，哎，昨天你知道吗？我从补习班下课的时候多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天空哦，突然有一颗石头打到我的头呢，哦，很痛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在笨，还给我打那么笨。然后小夫呢就很干跳嘛。我昨天哦也被那个天空的东西打到，可是还好它是金块啦哈。哦，那个从补习班出来被金块打到，虽然有点痛，可是它至少还是值钱的，你知道吗？胖虎呢就更杀了。哦，你们两个知道吗？我昨天哦只是从补习班哦下课出来，然后放了一个屁，然后就爆炸。哎，不错哦，打鼓的笑那么大声。可以。过关是不是？很少人过关，我发现。真的，小米不喜欢啰嗦的男人，所以就直接说到胖虎那个，他就是到那个补习班，他到补习班了，然后就放个屁，补习班就咚。我是补习班吗？不是，班长不好意思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可爱的小米，跟你讲笑话。OK， 要好笑、没有超过三个人笑就要上那个台子哦。好，好不好？发型会乱掉、好，一定好笑。有一天，有一只小兔子，它到了一家杂货店，它就说：“老板，你们这边有卖红萝卜吗？”老板就说：“没有。”所以小兔子它就跳走了。啊，第二天，小兔子又跳到这家杂货店，它就说：“老板，你们这边有卖红萝卜吗？”老板说：“没有。”然后小兔子它又跳走了。第三天，小兔子又来到这家杂货店，然后老板就很生气说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再来，我就拿剪刀把你的耳朵剪断。”然后小兔子觉得很害怕，他就跳走了。啊，到了第四天，小兔子又到了这家杂货店，老板就说：“我不是跟你讲说没有卖红萝卜吗？”啊，小兔子就说：“哦，没有，老板，我只是想问你有没有卖剪刀啊？”老板说：“剪刀没有啊。”然后小兔子就说：“那有没有卖红萝卜？”这一班呢、啊？你看，这一班，你们这一班，这一班，这班不是你带的吗？我衰啊！真的，以后没有笑成这样子。这是开班以来你讲的最好笑的。谢谢。可爱的元素很重要。以下的句子要用很可爱的语气跟手势来表达，希望这个学员们好好的。第一个要点燃蜡，因为呢，
一位我看那个西西兔，好，这三句用可爱，哎，用手势很可爱的表演一倍，去，人家好想你啦，有三句，哦，三句好，连续一二三，人家很想你啦，我穿这样的衣服可爱吗？请你，我按你啊喂，小明点头，今天是初一要出吃素。太油了，好吧，换人。那个宅男女神，这应该是你的强项了。对，好不好？好。预备。起。人家很想你啦。我穿这个衣服可爱吗？朱咪。哇哦。我持反对票。我嘛。能不能再自然一点？自然一点哦。其实男生，可是我平常不会这样子哎。你应该平常是这样。平常说，还蛮想你的。这是一种啊。你觉得我穿这个衣服好看吗？哦，就这样子。可是我们今天讲啾咪，我觉得说不出口。啊，可爱嘛。那你当什么宅男女神？你告诉我。当宅男女神经病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听见笑话。这是之前舞台剧韩冷娜说的。我觉得班长你是全台湾最会演戏。对，这个一定难不倒他。我试一下，可爱度你要。虽然我知道我已经长得很恶心了，但是要从恶心里面萃取出来那种可爱是很难的。来，对，开始。人家真的很想你，穿的衣服可爱吗？救命！我觉得男生演这个都怪，我觉得有点胃食道逆流。你演戏有看？不不 ，no， 主要你好棒，我想看。妹小敏的，就小敏耶。大众不要演，都得分的。一遍三句一次。人家很想你耶，我穿这个衣服可爱吗？可爱。救命！年轻就是本钱。对，刚跟那个阿姨差2000倍。我也会啊。你刚开了2枪，有8个人倒掉。那也算神准嘛。OK。对不起，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最后我替观众朋友问的问题，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哦，对，喜欢。小美出绝招，学弟学员乐翻天。到底有个？Kiyomi，Kiyomi。听到了。以后你出写真，他帮你。他帮我拍，我录音的。天下第一如何巧，大事小事都乱巧。温泉水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皮肤弄很脏，去修。老板，温泉不能喝吧？不能喝啊！我就看你喝了会怎么样嘛。老板，你不要下水之前要暖身，你不要照顾好你自己。一二三，呼哈呼哈呼。少林脸不公，好看哦。